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天我跟徐维新教授啊，并没有约好，但是咱们两个人都同时暂停了做节目，你觉得是不是心灵感应呢、啊，徐教授？差不多，差不多。啊，那么这个我对艺术家呀是有几分尊重，但是同时呢，我也有很多哥们是艺术家，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真正的这个理解这个时代啊，理解这个时代啊，莫过于艺术家的理解呢，他有一些独特的眼光。而对于我一个媒体工作者，我们最需要的是不同的眼光。还有一个，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比我们的文字啊，那么更加久远，更加形象，更容易被人们记住啊。你到欧洲去的时候，你很少会去看一本欧洲的历史，你跑到博物馆看的东西基本都是艺术作品。所以我看到徐先生啊画了这个一百位啊当上文革的众生相，我就想办法要访问到徐先生，但是没有想到啊，徐先生这个交叉的朋友里面跟我很多交叉的这个朋友啊，而且是呢，我们上一次的节目播出了以后才产生的。有人说，哇，你怎么认识徐维新啊？我说我们做媒体的怎么不认识啊？好像你的大名鼎鼎，超过我的想象。因为我坦率的跟您说啊，我是有时候做新闻、做媒体的时候，我是不做功课的。这就是我跟陈小平博士的差别。陈小平博士啊，就比我认真，啊，要做很多很多功课。我连徐维新三个字都没查过啊，我就一上来。我们就开谈，因为我希望我们的节目呢更加自然一点，更加随意一点。反正我也不懂艺术，对不对？做功课也没用。这个我认为何先生不是不懂艺术，还是懂一些的，懂一些的。因为我的那个艺术呢是，不是那种就是高大上的，是专门为那种不懂的人画的。所谓的不懂啊，就是，哎，所谓的不懂。你这是在骂我了？没有，真的，我的那艺术是真的是平易近人，然后是，非常直白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因为现代艺术品呢，有很多就是，那就是要需要诠释啊，需要有比较，很多那个知识，要让那个创作者和那个理论家要进行。详细的解释才能搞懂，那我就不太喜欢那一类的，所以我画的东西都是很简单，很看就明白的那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没有懂和不懂的这个事情，我看应该是一看都懂。但是你别看呀，我还真有一份这个虔诚的对艺术的这么一个心。你很难想象，我已经连续好多次去这个迈阿密的国际艺术展。哦，迈阿密，对对对，那个是不叫那叫国际双年展，那非常有名啊。对对对对对啊！你看我前年都去了一次，大前年去了一次，之前去了一次，至少去了三次。那非常有名，我还去过一次，参加过一次展览啊。那还有些故事，以后有机会讲啊。好啊好啊，我在里面也做了很多小视频。但是呢，我确确实实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艺术家的这种批判性，这种啊讽刺啊对现实的这个洞察力，给我的感觉啊是越来越弱，而不是越来越强了。我在这个迈阿密的这个艺术展，我有一点感受。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或者是我之前看现代艺术啊，给我的冲击感更强。那么现在好像看来看去就冲击不了了，是不是跟我们做媒体一样的？现在大家都可以表现一下艺术的这个力量，是不是不像原来那么强烈？是不是有？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后工业社会啊，这个在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个艺术，它基本上回归艺术本身了。哎，它就是它主要是在艺术的这个形式方面啊。在进行探索，他就是不太关心这个艺术之外的事情，这是发达国家艺术基本最大的特点。
但是呢，在发展中国家，比方说在这个中国，在俄罗斯这些国家的这个艺术呢，它相对这个发达国家的艺术来讲呢，应该是应该是落后的。但是这个落后呢，它是打引号的，就是它呢比较不注重艺术的形式，更注重艺术和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它两者之间的这种结合。因为在这个不发达国家的艺术家呢，他把艺术品呢当做一种舆论的一种，他是想用这个舆论艺术品来发声，来关心这个社会，来希望这个社会进步。哎，这个他把艺术的就变成了有点像像公共知识分子一样的，就是医生也想管这个全市社会的事情，然后这个什么物理学家也想管，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艺术它超越了艺术本身，它关心社会，这是在发达国家的这样的这个艺术一点的特征，所以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你要去看大部分艺术，我现在就是在这个美国有时候看现代艺术展也是觉得比较乏味，因为当然也很精妙啊，他们在这个艺术形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哈，但是它确实是对我们这些关心社会的人来讲呢，我们未免觉得它还是苍白了一点，弱了一点，太那个精致了一点，缺乏力量。嗯，上一次啊，我做节目的时候啊，别人就说：“哎呀，你就只故意啊，只注意问他的故事去了。”你就没有讲啊他的成就啊，实际上徐维新是很有成就的，你就不想跟人家吹吹牛。没有，我说啊，我没什么成就啊，做我们这个节目不是做高大上的，人们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节目中间表现一下人性的故事，而不仅是展现一下徐教授的成就。如果徐教授有成就，不需要通过我们这样一个世俗的平台表现出来，应该是表现在艺术家的那个氛围，因为别人才知道啊，徐教授的艺术是怎么回事。所以您在各个大学啊，或者是您出画册啊，这些东西呢，这是你的专业成就。而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呢，我们更希望是听到你的故事，而不是宣扬你的成就。我郑重的要声明一下，我的确是没有什么多大成就，有一点小成就，就是得了几个奖，或者是在那个国际上办了几个展，然后。这但比起那些大名鼎鼎的那些艺术家，一线国际一线的一些，特别是华人艺术家哈，我那差得很远，我心里很清楚。这是我要肯定的再解释一遍，但是我不太在乎这个，就是我已经很幸运了，比起我这个跟我的过去相比啊，跟我过去的那些幼稚的艺术来相比，我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所以说我其实成就是非常有限的，这个我再次说明一下。您太谦虚了。我在加州大学啊，这个伯克利啊分校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啊，这个艺术系啊，这个毕业典礼上，不是我讲话，是我站在台下听这个校长的讲话。校长就说啊，你们毕业了，但是不是这个你们会拿到多少钱，或者说你们毕业了啊，不是拿到多少钱啊，很有可能呢你们会将艾薇薇来去坐牢，很有可能呢你们可能什么都没有啊。因为城市艺术工作啊，在现在的这种信息高速发达的时代啊，其实要生存都很不容易，是不是这样？对，艺术，哎呦，这是个这个话题，真是完全可以讲一次讲座。就是艺术这个是非常高风险的这个职业，除了政治上，我觉得最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风险，因为大部分艺术家呢，都很难就是以艺术作品来糊口，养家糊口，这个是大部分艺术家都比较难做到的。所以现在西方我看，包括中国吧，很多艺术家都是业余时间要做一点别的工作来养这个艺术，只有少部分艺术家能成功的艺术家哈，能够以作品来养这个自己养家糊口，还养艺术创作，而且他这个比例很高。所以我当年如果知道有这么大风险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学艺术的。所以我父母亲当时
极力阻止我学艺术，他还甚至找到我们学校去，找到我今天要介绍的那个李大用老师，他说，哎，你能不能不教我儿子，我儿子学这个东西将来怎么吃饭呀，对不对？我当时不知道这个东西，我就是一门心思学。然后呢，我让我女儿，其实我女儿呢，她当时在高中中学的时候呢，我其实心里有个理想，就是我希望她当一个记者，或者是研究一下世界历史，反正是从根本没有想到让她学画画。但是呢，她因为小时候经常到我的画室去转转啊什么的，就潜移默化的就对她有很大的影响。没想到中学的时候，我问她，我说你将来准备做什么呀？正式的有一次谈话，她说她要学艺术，我非常的吃惊。哎，我没办法，但是我非常尊重他。我说那好吧，实际上我心里是暗暗叫苦，我知道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啊。我也给我的学生，就像那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个先生说的一样，我给我的学生也在说，我说你们只要学艺术，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就是要做好清贫的准备啊。你要关心社会呢，你就要做好被这个打压的准备，反正是如果是你就纯粹艺术本身的话，也是很难很难的。你看梵高，我们都知道，最后吃生前饭都吃不饱，最后他去世以后，他的那个画欠医生的账，那医生拿那个小推车推了一大堆他的画，就还有的还掉到地下，人家不要了就推回去。可是他现在的作品，死后他的作品上升到最贵的达到1亿美金，但是有什么用呢？而且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是，他还算出来的，有大绝大部分人都出不来。对啊，是的。所以我这啰啰嗦嗦回答您的那个我在阿姆斯特丹呢，就是到了梵高的艺术馆，相信你也去过。我就看了那个梵，我还没去过，我还没有去过荷兰，我还没去过荷兰。啊，我在那待了很久，但是到现在为止，我经常会回想梵高的作品。梵高的作品，尤其是那个吃马铃薯啊，吃马铃薯、哦、啊，我早几天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就是欧洲的文明，欧洲的历史，也不是一开始就想象那么辉煌的。他的这个宗教的黑暗期，不亚于这个专制对人类的一个迫害，对人类的这种伤害。而且欧洲的也是跟我们中国一样的，经过了那么多的贫困，那么多苦难。你看那个富人啊，这个家人一起吃马铃薯的时候，那一种疲惫，那一种啊深沉的那种感觉啊，那个是梵高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作品。不过你的女儿在鹿特岛艺术学校啊，这个也是很美国最顶尖的艺术学校啊。我是几次去那个学校，所以我可以说呢，跟艺术啊有一点点沾边，就是因为我对艺术的这种曾经的感觉。那么这个我刚才您讲的一个名字，我想听听他的故事，就是李大佑，是吧？我没听错吧？对对，是我那个启蒙老师。他还在世吗？他是前大概是3年前的癌症去世了啊。哦，那个好像有他的那个肖像，我发给你们编导了啊。OK， 他请我们编导放一下李大佑先生的这个画像。你是把他画在了100个人物里面吗？对对对对对。那你为什么画他呢？因为我上集讲过，就是说这100个人中间啊，有一部分大概有一个30%的比例，我找了一些小小的人物啊。这小人物呢，就是小人物是打引号的，就是说，他不是那么出名，他也是平凡的人，但是他在文革中间跟那些大人物一样的见证了这个10年历史，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作品中间的其中一个亮点。那选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选的，有的就是选的，就是我熟人，哎，我说我就到处问，我说你们谁家里有文革的故事，或者有文革时候那时候的资料照片，给我提供一下。那当然我想到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他也是在文革中间从天津这个支边，他叫支边青年，到这个新疆去工作。当时很帅的一个小伙子，那时候可能比我还小就到新疆。后来呢，因为会画画，他的那个老师呢，他跟一个老师学得很不错，
到了，但是没考上大学，就到了新疆牧场，在牧场工作。后来因为他有这个绘画才能被发现以后呢，就给调到乌鲁木齐的一个中学，这个第五中学。我那时候呢，也恰好我是初二，初二转学转到五中去。那时候呢，我因为小经常参加学校的那个美术比赛嘛，所以班里面办黑板报就交给我了。我那时候在那个文革中间啊，那时候初二初三还在文革中间，我在黑板上就画毛主席像，用粉笔画的，都画得很像，然后画那些花边儿啊，画一些小人物都画得很生动哈。结果有一天呢，我就在那办黑板报，在这个凳上站着，后面就听到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就问我说：“你想不想学画啊？”他就问我啊，我当时一下子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因为我那时候正朝思暮想的想学一个什么东西。我想那时候我学过武术，学过，哎，什么都学，反正我那时候不是说了吗，我想这个通过学一门东西来改变我当时那个非常艰难的生活环境。后来那学艺术那正好啊，我当时就觉得那时候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晕眩，那时候的那个幸福感让我感到晕眩。后来我就跟他学画画，当时呢他先让我画速写，我那个就是拼命分，就是像发狂似的就在那用功。现在那个新疆那些年轻人都在传说我当时用功的这个故事事迹所谓的啊。但那时候我用功到什么程度呢，我画那速写啊，不是一个暑假啊画的下来的速写，不是论章的啊，哦，你今天画了10章，画了5章，我那是论经的，哦，1经2经，他画那么多，一堆一堆的。那个纸是因为我们家亲戚从那个印刷厂给我找来那个白报纸，那纸头我就拿来用，哦，对，就大量的速写。要不是你在外面买纸都买不起啊，买不起也买不着啊，主要是没钱。正好我有个姑父在那个印刷厂工作，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笔很便宜嘛，就是几分钱。然后呢，这时候我老师做了一件特别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一件事情，我要说一下，就是他有一年回这个天津，就是文革期间他回天津以后，他回来以后他告诉我们几个学画画的学生，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个美术小组嘛，他说我给你们带来一件特别好的东西，珍贵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过去看，就是很多纸箱打开一看，各种各样就是石膏的那种鼻子、眼睛、耳朵，嗯，这是画画的石膏模型，而且是外国人的。当时我们不知道，其实那是米克朗杰罗做的那个大卫雕像啊，嗯，在意大利大卫雕像的那个大头像，把它分解了，就把他的鼻子、耳、眼睛、耳朵、嘴，那个是专门拿来做石膏教具的。那个在新疆是唯一一套，而且它关键是文革中间是要砸烂分资修啊，像这种西方的这种东西怎么会还能留存，而且被他买到然后运到新疆去，那简直是，我觉得就是我写过一个小短文，我就说就在那种阴沉的那种沉闷的文革这个空气当中哈，啊，那一对石膏那简直是就像发光的宝石一样，哎，这给我们这种绝望的那些年轻人心里就照亮了，哎，因为那个石膏教具这个东西，它是在这个素描教学中间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有了，所以我们这个美术小组在全北那个乌鲁木齐的中学几十个中学里头，就唯一我们那儿有那个东西，所以我们那个小组呢就进步飞快，然后。我就加上原来有画速写的那个基础啊，然后呢再加上画这个长期作业，因为要画短期的就是速写，你看一个工人在打铁或者是电焊，你在旁边很快的画下来，这叫速写。然后呢再画慢写，就是素描长期作业，就在那个画室中间摆上那个鼻子眼睛灯光打上，现在当然都是所有的大学都这样画的，但那个时候很罕见，我们就在那天天去那里画这个东西。而且那个时候我还饿出了胃病，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小卖部，也没钱，就是每天下午放学以后就在那画，一直画到快半夜了再回去，就晚饭吃不着嘛，
但是天天就能画。后来我们那个学校的那进步神速飞快，因为那个老师带来了石膏教具，然后他的那个方法啊，从他老师学来也是很正确的。所以我们那个美术小组后来全部考上大学，后来而且出来三个研究生，四个研究生，所以我们那个李大勇老师结果弄得很出名啊。后来这个再说，就说还有说一个学费的问题啊。他教我们画画啊，也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因为是我要是办班赚钱，他就觉得是自己画画没成功，他想把这种东西要让我们学生作为一个延续下来，大概是这么一个理想。所以后来我们画了一年，后来我和我妈还告诉我说，你学了一年画，你是不是给老师有点什么表示？哎呀，我们才恍然大悟，因为那个时候不谈钱，我身上从来没有一毛钱。然后那怎么办呢？就说就把那个清油啊，用那个二锅头瓶子，因为那时候清油是一个月才几两吧，我忘了，反正是很少，都每个月规定定量的。然后我们家就省出来一瓶油，然后春节的时候我就提了一瓶油，清油就送给我老师说，这是我的这一年你教我的，这算学费吧。老师就收下了。哎呀，这是我特别感动啊，特别感动。后来我当然后来我考上大学以后，后来又还当老师。哎呀，我第一件给他买的礼物就是一个电脑，比较哇，一个很高级的电脑。那是很贵啊，笔记本电脑。哎呀，也不贵不贵，那比起他那个一年两年学，现在你想学画画你得多贵啊，你要一个月和交的学费，那比这个电脑还要贵。所以我跟他没做什么东西，主要是，哎，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他这个，我要给他说这个事情，就是我想把他，因为他这些过程中都是在文革中间发生的，所以他也是文革中间见证历史的一个人物。同时，我画他也是作为我一个纪念，同时既是个人的一个纪念，又是一个整个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历史的一个纪念，哎，它是有双重性的。所以我选择画了他啊。他后来就一直待在这个新疆，没有回到他的没有新疆吗？没有没有。其实新疆这个地方，你要年轻去了以后都舍不得离开，因为气候也很好，冬暖夏不是冬暖，四季分明，然后呢物产丰富啊，然后很多好吃的东西，都舍不得走。他也习惯了，结婚他在那结婚生孩子。然后我们的学生他后来呢到这个过了以后，他又去在文工团当兵，然后又在后来总算不错到了新疆师范大学当了一个老师，因为他教学生出名嘛，非常有名。那去师范大学那就不是一般的中学老师了，那说明他真是。对，后来那个他就是前几年我准备，我们还用那个什么，用那个微信用语音互相问候，他的声音，他爱抽烟，所以我反对抽烟。他后来是得了癌症，我等其实准备去见他的时候，结果他突然就去世了。嗯嗯，就这样。嗯，这李大勇老师，哎，哎呀，很感动啊！你还记得你的这个老师啊？当然，在我们的人生中间，老师有两种，就跟我们的世界上一样的，有的老师留下了很糟糕的印象，有的老师呢。确实是你一生中间最关键性的人物，我在人生中间也是有好几位这样的老师，我到现在还是非常的感念他们，因为有时候老师的一声苛责可能是你内心受到很大的伤害，有时候一个老师给你的一个鼓励啊，其实是对你终身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啊，所以这个老师啊，怎么说很重要。他很重要，不碰上我这个老师的话呢，那我不知道我这一生是做什么的，这很难说了。哎，他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这个让我一生的这些作品这些成就都跟他有关系，这个很重要。我带老师这个称呼吧，就一是有一点神圣和尊重的感觉，所以到了90年代的时候，突然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或者是吉他的年轻人见了面，何老师或者打电话叫何老师，我特别特别不习惯，
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老师，我也不应该说随便叫人家老师。后来发现人家不是叫我老师，是人都是老师，我觉得这个不大好，不大好。OK， 那我们现在再来讲一讲，就是这些作品里面，您今天能不能就是跟我们展示一下哪一些作品？你为什么选择画它？上一次我们是从江青这个人物切进去的，那这一次听说你还有一幅画是张春桥，对吧？那么这个能不能讲一讲，为什么要把江春桥画进去？四人帮都画进去了吗？都画了。四人帮，一个张春桥，一个姚文元，一个王洪文，一个江青，哎，都画了。在讲这个，我先讲张春桥吧，既然已经说他了啊。我画了一个张春桥是笑着的，这个呢，这个张春桥是很少很少笑，尤其是他在1980年，有一个最高法院不一个特别审判厅嘛，就是审判四人帮的这个。张春桥是在那个审判的前后啊，出庭多少次，他一个字都没有说，他一直是没有任何的，不说一个字，然后也那当然也没有笑容了哈、啊，所以我印象非常深，所以我选择他这个肖像的时候，其实他的我找到他好多资料，我就想到我给他画一个笑的啊，反着来，说不定也有一个。他就是人性的另外一面啊，不是说只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冷酷那种啊、内向啊、那样，你也可以说勇敢，你也可以说勇敢，也可以，你要用贬义词的话是死硬也可以啊，或者是用褒义词的话讲说坚毅也可以哈、啊、总，但是呢我画一个满面笑容的啊，待会儿如果能放的话，给大家可以看看。对，请我们的这个编导放一下。对对对。啊，对对，张春桥的这个照片。对。啊，这画像画像。对。这个在这个香港中文大学有一次，他们出版了一个《张春桥传》。后来我收到了这个书啊，就是。对对对，上面。啊，张春桥的一些日记。对对对，上面应该有写我们的。对，你有没有讲那个就是写徐维新画的，但实际上刚开始他们选这个肖像做当封面的时候好像并没有通知我，也没有我的名字，后来我就通过好像是他们找不到作者还是怎么着，后来我就通过别人好像转告他们，我说你这个应该署上我的名，现在在网络上流行的很多的那个肖像都是我画的，包括当时我因为不知道打水印，而且我那时候画的时候啊，就也不注意签名，因为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所谓行为艺术一样的，就是我一边画，我就一边画好以后，我就发到我的博客上。我的博客在，中国有个雅昌艺术网，当时点击是第一啊，几千万点击，就是我每天都会发一段，就是我找到了谁，我画的哪一部啊，我画的是谁，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我把这个博客这个内容啊，跟我的这个作品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有一个人说叫社会雕塑嘛，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让，然后那个历史本来是已经忘却的，我让他把它掰回来，哎，就是这个做这个那么一个目的。所以当时，有些很多肖像发布以后呢，就被网络上固定下来。你看，包括我看，你像那个谁顾准的肖像，现在在百度百科那顾准像就是我画的，还有老舍都是我画的。但上面现在没并没有签名，我知道那是我画的，但这个没关系啊。这是张春桥的故事啊，他的故事比较短。我想呢，要如果我想讲讲那个啊，就是讲到四人帮的事情呢，就是我有一个展览的海报，那个设计师叫何浩，这个何浩是个在中国非常有名的设计师，很年轻，他比我小大概20岁。他现在在中央美术学院这个书记装帧系的这个负责人。他设计那个书最近在三联书店好像中文大学给出了一本专门的那个设计一个他设计所有的作品都在里面，他给中国无数个就是设计师艺术家设计过画册，另外呢他设计的东西非常好啊，那我的这一套作品的书和海报全部都交给他做，
他设计这个海报呢，用这样的构思，就是把上面全部的那个人像都给铺在上面，铺在上面呢，就当时有一本杂志叫《东方》，就是东方就是主编刚刚去世。哦，是吗？钟沛章先生原来是中宣部的啊，你啊，这个新闻局的局长还是什么？那么习近平的母亲阿格纳圣照圣了一个花圈啊，很有名。东方是中国最有名的文化思想的刊物啊。东方艺术还是东方？哎呀，我这个杂志今天因为现在在北京啊，我先说这个杂志什么，咱们不行。先不去追哪一本是啊，最后那个杂志呢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把设计图啊就发给他，那个设计整个那个画面呢全是密密麻麻的小的人像，就发给那个编辑，编辑又马上给我们打电话说，根据文件规定哈，你这个这么多肖像中间有一些肖像是不可以出来的。我说哪些肖像？你就可以来选，然后选完以后呢你把它删掉就行了。他们就哗啦哗啦哗啦删掉一些，他就发给我，我一看就是等于开天窗嘛。那天窗我一对比原来的设计图一看呢，他们删掉的是谁呢？就是删掉的毛泽东、刘少奇、江青、彭德怀等等。但是呢很奇怪的是，他们留下了这个王洪文、张春桥、还有那个姚文元、这是王洪文，对，这个留下来。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些小编并不认识他们是谁。因为上面有文件规定啊，并不规定那么细，就是凡是可能，我不知道怎么规定的，可能是政治人物或者领袖人物就不许在这公共媒体上发表，大概是前几年的一个文件精神。所以他们具体掌握就是他们这些编辑在掌握的。这些编辑都是年轻人啊，他们不知道文革这些人是谁。你看，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我要讲这个。第二点呢，我觉得后来他就问我，他说你们再补一些人吧，我这个开一个天窗不好看。我后来灵机一动，我说你们就这样开天窗发表，这是毛泽东，哎，他就删掉了。但书没有删掉，但是在那个我说的这个海报啊，他发在他的东方艺术还是东方那个杂志封底的。我们花的钱那大概登一下好像10000块钱吧，就是登了封底上呢，他说你我们已经删掉了一些人，你是不是再补一些人？因为并没有，我当时已经画了70-80个了。后来我就说你们就让开着天窗发表算了，结果他们就这样发表了。所以我给你们两个图，一个是设计图，后来一个是开窗天窗的图。后来面试的哈，至今在社会上流传的这个杂志，我现在手上还有两本在北京是开天窗的。这是这个呢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它是一个我的作品和社会外力合力形成的一个现象。实际上它也是一个算是一个社会行为雕塑吧，非常有意思啊。再一个呢，我是还想讲的，就是说这个年轻人，这个就是对，这是展览。这个年轻人这种历史的遗忘你知道有多严重吗？王洪文他都认不出来，那是2007年啊。你是要发这样的照片到网上去，很多人认不出来他是谁。这是华国锋啊，对，华国锋，那个他不认识，但是华国锋没在那个上面。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所以有人说一个笑话，说四人帮是谁？年轻人说啊，四人帮不是个乐队吗？摇滚乐队吗？哎，他是这样想。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展览中间的一个趣事啊。我有在这儿给大家讲一讲。哎呀，何浩的随机啊把我眼睛看花了，即使是在阳光下我的字都完全看不清楚。对他可能也是隐喻啊，是一种说这个历史在中国总是模糊不清的。但实际上他是想把这个，他主要是怕这个，他是采用了70%的那个灰度印的这个字。而他是很讲究，你看字还是竖排，然后呢英文也在旁边，都是做70%的灰。他这样的话呢，这个字和这个白纸之间那个对比啊比较弱，他就不会抢这个，哎，对对，他不会抢这个肖像啊。
这些人物里面海报开天窗，这个在艺术展里面其实也是一种艺术作品的表现方式了。对，它是几方合力嘛，几方合力。这个开天窗也很好玩，就是这个我记得在这个国民党时期哈，你们记得开天窗这个词我就记住了。当时不是新华日报啊还是什么报纸就发表什么东西，然后国民党的那个宣传部不是来这个审查嘛，然后就把那些篇就是当天出版的报纸上那个地方就是空白。所以我也搞了一下这个，就挺有意思啊，就是等于做一个永久的纪念。那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人物里面有一个人物啊，我们是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他的弟弟也上过民进的节目啊，那么他的这个妹妹呢，跟我也认识啊，然后就是一个是这个，就是讲的是日露瑾先生啊，那么你把日露瑾先生画进去啊，日露克，啊，日露凯，对，日露凯啊。日露凯先生画进去，这个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想象？你怎么会知道这么一个人物在后面把他选进去？玉罗克是在这文革这个记忆当中，在文革历史当中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因为他在文革中间非常有名，有名。当然你们都做过这个节目，我好像看过，就是当时是张朗朗先生啊，还是采访吧，大概是他主要讲这个，他。的成就主要是写了一个出生论，当时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因为这个你们在节目就大家都知道，对，大家都知道。我觉得他非常重要，那不可能不画他的，这是我所以找了他很多资料。他我画他这个刚开始前面都还顺利啊，这展出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有一天有人敲我画室的门，就是在2008年吧，展出以后。进来一个人，他就自我介绍，我现在记不清他姓什么了。他说我给你带来一封信，是玉罗锦的他妹妹，就是写冬天童话的那个。对对对，他写了封手写的一封信，那个信挺长的，大概内容是这样子啊，信也在北京。他说我哥哥脸上额头他是特别的白净，他的皮肤也特别的好，他的额头上根本没有那一颗痣啊。我一看果然我在他额头上真的画了一颗痣。那因为我们也并没有见过玉罗克真人，对不对？所以我是只是看了资料，我找的那个资料呢，恰好是那个资料的那个可能底板被污染了，印出来那个照片上额头上就是似乎是个有个痣，那个痣可不好。你讲的是这个吗？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你看额头上是不是有颗痣？我这边还真看不是很清楚，有颗痣。结果但是玉罗锦看得很清楚，他说哎呦，我当时一看，实际上我在这想讲的是那颗痣可费了很大劲儿，因为你要把那个痣不能随便点一个黑点，你要那个痣是长在额头上的，你要把它画的像长在额头上一样的，那还要进行塑造。结果搞了还半天是一个照片上的一个污点，一个脏的点，我以为是痣呢。所以后来玉罗锦呢我也就很注意，因为他在文革中间就是1978年、77年，他非常出名嘛，在文革后哈、就写《冬天的童话》啊，对，和《光明日报》的一档爱情故事，那个非常非常有名。然后呢，他后来我就注意到他了。后来我在哪还搞了一本他的回忆录，在德国的，但是后来我们就没有再联系，因为那个画已经画完了以后，已经不能再改了，除非是如果再能展出的话，我可以把它改掉。这是我画玉罗克的一个小故事啊。有意思。花絮花絮。花絮，因为玉罗克先生的这个照片在那个时代毕竟不多啊，对，有限的一些照片呢你可能是偷偷的藏起来的，所以难免会有一些这个污点啊，对，破坏呀、那今天就是你还想跟我们介绍哪一些人物，在你画的这个过程中间觉得可以需要跟我们我再想讲一下。再给我还再讲两三个人，一个人是李正盛，是文革、对，这李正盛呢是很有名，比我有名多了。他呢就是拿了几万张图片
原来在辽宁日报嘛，他是新闻记者。啊，我其实是啊，黑龙江日报。哦，黑龙江日报，对对对，我记错了。他当时黑龙江日报，他是作为摄影记者啊，他拍了大量的这个图片，包括批斗会啊，还有枪毙啊，那个有一个姓王的一个女的枪毙那个，我都印象很深的。还有那个在有一个战士身上，王守义，对对，枪毙王守义。当然是文革之后了。对对对，然后还有文革中间有一个战士，他身上别满了那个毛泽东的那个像章。那张也是正在就是讲用嘛，是非常激动的，那都是名很有名的这个传播非常广的照片哈，大家都记得。然后呢，关键是啊，那个时候所有的报纸记者都在拍东西。这是李振声，对，这是李振声的自我画的，他这是他自拍的一张照片啊，他当时还带着红袖章。哦，那是他年轻的时候照片嘛，我跟李振声见过很多次嘛。因为经常一起开会，啊，一开会这老人家就停不下来了，他非常爱要无数的话要讲，别人说哎呀时间到了，他就很生气。他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他有什么特点呢？我正在想讲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啊，那个时候所有的报纸记者、摄影记者都跟他一样拍的一样多的东西，唯独他把所有的底片都留下来了，而且他藏在了他们家地板下面，他没有交回去，这是一个有心人，而且他有这个习惯，他好像在哪个地方都喜欢收藏，有时候到哪个地方捡到一个什么东西，说说他也收藏，他有时候说到那个新闻，那个印报纸那个车间被人修版的图片要扔了以后，他也去捡回来，他收藏，他喜欢，然后呢？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呢？就是有一次，就是北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实名博客叫博联社，他们呢举办了一个，我看上面有一个发布一个通知，就说有在某个地方李振声要讲文革。哎呦，那时候我正在画文革，所以我赶紧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听他讲，就是他讲的特别好，他就讲了一些拍照片的一些故事啊，引人入胜，非常的生动啊。然后讲座完了以后呢，我就留下来，我就跟他攀谈。我说我是人民大学的老师，我说我正好在这个画文革肖像，这么一个创作。我首先是说我想请他到我们人大去做一个讲座，他就很爽快就答应了。然后呢，哎呦，那天那个讲座啊，水泄不通啊，在这个那时候。哎，我想想那时候真是中国的那个环境还是非常宽松的，就是他这个做这样的敏感的这个内容讲座哈，也就顺利的讲了，我也不知道，就从那以后呢，然后我就跟他谈，我说能不能画你的肖像，因为作为画肖像，因为有肖像权的问题嘛，这个画这个肖像本人他应该有同意，他说我可以啊，我同意，但是你必须给我画一个小的肖像送给我。我说那行，后来我画了一大一小就送给他。画完以后呢，这个他和那个他的那个经纪人，就是那个联系图片社那个总裁，他的那个红色新闻兵那个编辑叫葛叫什么来着？嗯，我们这叫什么名字？是一个老外，对，老外的老外，对，然后呢，他到我的工作室去，他们两个人，李振声用中文写李振声自己的那个简历，你看那个，你仔细看那个肖像人有他写他简历，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怎么样，在什么文革，然后左边呢是那个叫他叫左边那个老外呢，就用英文也帮他写了一个简历，所以这个他的这个上面有中英文。两边都有，你再看，所以他这个作品，他这个肖像也是有意思，就是他也等于是他也参与了创作，然后那个老外也参与创作，然后当然是我画。嗯，我看到了，看不清楚，但是对对对，看不清楚，对，因为你这个非常淡，中文是李振声写的啊，对，啊，英文和中文的字都非常非常小，完全看不见了，对。因为这个画很大呀，这个画是2.5米，所以你缩小以后那个字就很小了嘛。嗯，对，他要在上面写字的时候是要站着梯子的，所以就是这样啊，就很大的。那天写了整整一下午，
完了以后，后来我请他们去那个新疆饭馆吃了那个烤，好像是烤羊肉啊，什么炖羊肉什么的，他很高兴，然后这就是那个，然后我再还要讲一个两个人啊，不，一个李是振叫声我们还可以讲一讲，就是李振声已啊，经可去以，世了，你知道吧？对，我知道，但是可惜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好没有赶上看他，我在法拉盛的图书馆那一年做了一个讲座，他还来了，来了以后我们还是很高兴再见面，他也上面讲话，因为那个画了他嘛，所以我拿着那个画册给大家看。我在法拉盛图书馆讲座的时候也讲的是叫中国油画创作中的人文精神这么一个题目，就是讲我的那个创作，实际上最后还是讲到了这个众生相这个创作本身，所以你就见了一面，很遗憾，他其实身体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觉得太遗憾了，去世有点早。是。他的成就是很大的，因为他得了好几次国际性的这个摄影大奖。另外，他的那个《红色星空杯》那本书啊，就是红色，我也买了一本，确实是非常珍贵。所以他的成就在哪里呢？他就是用图像记录了这个文革中的方方面面。那他的这个书在全世界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图像的力量是很大的，很强大的。对，好，你再讲另外的几个人物，你想介绍的。另外我还想讲两个人呢，就是，是我老乡，又是老乡，但是这个老乡呢，他的这个身世，就是其中有一个他的父亲呢有点惨，那个他的父亲叫刘敦，这个刘敦呢是当年张治中将军，国民党张治中将军的秘书，然后呢，张治中将军不是后来起义了吗？起了以后呢，就张治中在新疆呢，就是当时乌鲁木齐叫迪化哈，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呢，这个刘敦呢，就跟着他在新疆也去了工作。工作以后，这个刘敦到那儿去工作以后他非常能干，而且这个比较有文化嘛，所以他就表现得很好。他做了一件特别有名的事儿，就是在你们湖南招了3000个湖南妹子进新疆。你们知道这事儿吧？当哎，时因为，怎么不知道湘女帝？这是王震同学干的吗？王震同学干的吗？就是他牵头做的，具体是他牵头做的啊。啊，后来呢，但是他在1957年的时候呢，他就倒霉了，因为就说他是没有改造好的国民党兵，就把他打成右派了。打成右派了以后呢，这一下就把官从师级的干部呢就贬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好像降级了，降级了就挂上了这个右派的帽子。然后这个右派又一直到了1966年，这下糟糕了，因为六六年那时候要黑五类嘛，右派也算一个，他又就被整被斗啊，他就受不了，他就给自杀了。这自杀呢还没算完。这自杀，文革当中自杀的人很多，光我见过的就好多个。这个事情我以后我今天不想讲，展开讲，因为人的尊严，我相信就是你文革之后，觉得哎呀，那一定活下来，这谁活不下来？那都是荒谬的，一定能活下来。其实就是人呢，如果在那个历史的漩涡当中啊，是不会清醒的。这自杀的人像那傅雷呀，还有老舍呀，很多。他也给自杀，自杀以后，这我就说为什么没完呢？他埋到了那个公墓里头啊。后来那个造反队呢又说，他那个棺材里啊有个电台，然后呢，那个他是因为他是干部嘛，他那个坟墓是用水泥那个修建的，所以非常结实。然后用炸药就把那个坟墓又炸开，就搜查那棺材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那我为什么要画他呢？是因为我认识他儿子。他儿子叫刘亮，流量。刘亮呢？哎，刘亮我也画了他。这刘亮呢，是他一个非常英俊的一个小伙子。因为刘亮这个在新疆，他当时原来是新疆八一中学的。我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他，他比我大，非常这个健谈，而且他写了一本就是关于他这个身世的一本书。我认识他以后呢，结果一聊起来，
没想到他妹妹啊，我还认识，叫刘若。他妹妹呢，居然是我们美术小组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小组成员。哎呀，这下串起来了。所以我当时就说，那这样吧，我说我正在画文革，我说我一个是要画你爸，再一个要画你。哎，这样子吧。所以我还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图片，就是刘亮在他父亲的这个画面上，肖像画面上，他那个刘敦的那个画面的简历是他那个刘亮画写的。哎，这是一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吧。另外我还想讲一个，对刘亮这个故事你讲一讲，他们的这个家族里我没找到了，当还没找到了。有刘敦，有刘敦，你在刘少奇后面，因为那个啊，刘少奇后面那个他们都是湖南人是吧？对，哟，他这是哪人？我还得，他不是湖南人，他不知道他怎么去骗三亲乡女上天山呢？不是骗，那就是任务，他招兵嘛，大家应该。哎呀，你不知道，哎呀，这就是太种。那具体的哈，具体的，因为这个事情我没有专门去研究哈，因为你想那个时候他们从农村招到新疆去，因为其实湖南农村很多这个生活也是很艰难的，又招了不是城市的，招到农村的那个女孩子到那去以后呢，因为那个地方的光杆司令太多了，所以他就是讲的不好听一点就是配种啊啊，因为这个王震呢、啊、当时把这个部队带到这个新疆去啊，那么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军心不稳，很多人就想离开，那么王震就认为呢要把这个根呢砸到新疆啊，那么当然呢王震这个事情后来也受到很严厉的批判，把他调走了嘛，在新疆这是非常有名的事情，因为湖南基本上跟新疆有非常特殊的关系，我也说祖孙谈啦啊，陶世约啦啊，这个王震呢、啊、还有谁呀、啊、一大票人啊，就是跟湖啊跟这个新疆有关系，所以新疆有很多湖南人啊。还有一个湖南有一个县是维吾尔人。哎对，你知道有一个历史学家叫柬埔寨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画了他在书里头。哦是吧？对，柬埔寨我画了他，那是因为柬埔寨也不得不画啊，那个北大教授啊会自杀的嘛。啊，那你觉得这个维吾尔族人是在新疆带回来的吗？不是，他好像是清代的时候就移民过去的还是怎么着，反正是那个地方就是柬埔寨就是维吾尔人。嗯，哎，是个学者啊，当然他后来就讲的不是维吾尔语，讲的是湖南话，哎，这样一个事情。嗯嗯啊，然后我就对，然后接下来我就讲那个王凯和乔小红好吗，那个那是我想讲的，那是幸福的一对在文革当中。OK， 就文革中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悲惨的故事。对对，文革中间哈、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命运都有，所以我想让我这个一百个人物中间啊，不是像那个谁，就是芝加哥大学那个谁啊，那个女士，那个女老师，她写了一个就受难的一本书，全都是自杀的，都是小人物，那个叫王，哎呀，他还送了我一本书，我一下想不起来名字，话到嘴边。我呢就想把这个一百个人物啊用客观的，因为你像文革中间肯定是有悲惨的事情，有黑暗的事情，同时呢也有一些旁观的人啊并没有受到这冲击，我觉得这才是很客观的描写一个历史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就选了一些，包括我这个朋友叫王凯，是个非常英俊的，他是你看他和他的太太，我画的他这张非常大，他是把两张拼在一起的，也在里面、嗯、也在书里头。他是当时的飞行员，在1970几年的时候，74年还是几几年，跟那个西沙南沙打仗，跟那个越南。嗯，对，他就立了功。哦，他就立了功，那他是西沙成立之战，我访问过一个人。啊，他就是在西沙群岛作战的时候，啊，作战后期他作为广州军区的政治部的军官，啊，去看望了他们。嗯、对，他呢，他怎么会跑到湖南当兵呢？他不是，他就在，他不是跑到广东当兵，啊，他是不知道，他是西安人，他招兵呢，他是飞行员啊，
哦，他飞行中队是到处飞的呀，他最后就飞哦，到那儿去打仗嘛。打仗以后，他立功，他立了三等功，好像后来就组织上呢，就这个特批他跟那个他的那个爱人乔小红结婚，因为那个时候部队好像是不能随便结婚的，在服役期间，所以特批他们结婚，他们两个穿的军装非常幸福的，这个一个照片。我画的非常大。那个，其中有一次在瑞士有一家博物馆展览的时候，还专门选了这个乔小红，还把它做成海报。一个女兵，灿烂的笑容啊。这个，这个王凯先生呢，我是怎么认识的？是因为他在广东，后来复员以后在广东公安厅工作。他喜欢艺术，他经常呢收藏一点小的作品。他后来就找到我了，找到我以后，那时候我还没有画那个，那时候我在广州美术学院期间啊，还没有，根本没想到画文革，那时候就跟他是好朋友。后来呢，我在朋友圈里就征集这个文革的资料，其实我忘了，其实我在用 Google 还搜索一下，我当时在网上我的博客上发了一个启事，大概意思就是说。谁有文革时候的故事和资料、照片都寄给我，我要做这样一个作品，你要我胆儿多大呀？这个启事到现在还能找到，哎，对，当然通过这个呢，我找到了很多一些人，当然有些是我今天就没有时间，我就不讲了。那这个王凯呢，他也看到了，他就说，哎，我就把我结婚照片给你，哎，虽然我在文革中间没有去。打别人，我也没有挨过打，但是我也目睹了文革就这样的10年，我也是见证人。他跟我的想法一样，所以说我说把你就画进去。这个作品呢，就是你要看他的所有的这些人的简历，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秘密都有。所以那个芝加哥大学那个女士叫，哎呀，我脑子想不起来，你回头补一下她。她那个书啊，她后来她就我听别人转达的意见，就是说她其实到我那儿去过。我们还一起交谈过，他给我送我的知道书，你说谁，对，对，哎呦，那个一下我这个记一忆，个女性的，一个女性，对对对，对对，他很有名，这个他那个书也是非常，他但是他这个书呢是早，他是北大原来北大毕业的，他是当年的女状元，那这个到现在，他是也是不得这个成就也是不简单，他是一个角度，他的角度就是我要记录这些小人物受难的小人物。他们不像刘少奇都有人记，这小人物没人记，我来记啊！我觉得这个也不也厉害啊，但是呢，我的角度跟他不一样，我是一个更客观的、超然的一个角度，他描述所的以东他，西啊，记录的东西，他悲惨，他讲的是死难者的故事。对对，我不能这样，我是得客观的，更从人性的角度，我就记录这个历史，我觉得更。也是一种角度，我觉得百花齐放嘛。因为你要写史的话啊，用不同的历史的角度来，从各个角度才论证这个历史，才还原这个历史。所以我这个角度呢，他虽然呢也有一点，他说你看，你把好人坏人都画在一起，也没有态度，他是这样的。他是直接的就是批判的，我的态度就是客观的还原。哎，至于你们去怎么看？我这，因为他这个写史、研究历史，首先是收集素材，要把这个，我是做的第一步，我就是把这些人聚拢来，我不发表意见，你们当做一个史料，你们以后的人把这个作品拿来以后去研究他这些人，如果我也不画他，很多人就失散了，就没有了，就剩下一些干巴巴的一些政治人物或者什么有名的人物，大量的那些鲜活的小人物、见证历史人物就没有了。所以我做的是这样的动作，我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这样的工作和刚才我说那个王女士她讲的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她是10年前、20年前开始做这个，那我之后我觉得可能想法上不一样吧，对，所以每个导人致了我们，对待历史有不同的这个解释啊，他对的对这个记录苦难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对，对，那你当然。的呈现这个作品呢，其实也是我一直所寻找的一等历史的真实。这个历史的真实是我比你小吧，所以我对文革的那段历史的记忆就非常的模糊，或者说呢，比较简单。但是我其实是在模糊的记录中间和文革之后所看到的。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受难者啊，都是讲我是受迫害，受迫害，就没有几个人不一站出定，来我迫害了谁。
啊，没有几个，虽然有几个所谓的啊这个黄二代或者是什么人出来表现了美等忏悔，其实我认为参加文革的一批人的狂欢不只是上层，其实很多的底层是大多一等亢奋，没错没错，欲啊，大多一等享受，而且真心认为是在进行革命的这么一等情绪，而且这批人是相当多的人数，但是这批人的真正的情感简单就抹去了，你看剩下的好像就是他们被上当受骗了，对文革之后的伤痕文学，我是认为太单薄了。如果对历史的反思，对历史的思考，如果不能呈现一个全新的这个啊这个图景的话呢，我们的历史看法的简单，其实是给另外一次文革奠定基础，因为它很有可能就变得黑白分明，很有可能就变得正义和邪恶那么简单。简单化，嗯。刚说到那个忏悔的事情，因为我那个里面有宋彬彬，宋彬彬是在前几年做过一次比较公开的道歉，就是因为那个卞仲云嘛，就北师大女附中那个校长卞仲云被他们学生女生，那个是个女生学校的学生给打死的，那个女学校里面全都是高干子弟，啊，对，包括很多人的那些我就不点名了，都在里边，但只有宋彬彬来道了歉。其实宋彬彬没动手，好像是别人动的手。对，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粗暴和简单。对宋彬彬的很多的批判啊、攻击，根据我们后来所了解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而且卞校长他的这个关于他的这个历史的调查啊、是把这个材料给了我。那我们正准备出版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卞校长的先生啊、就不能出啊，就跟我哭了好几次，打电话讲。他叫王静瑶，我也画了。对，他说哇、他说你要出我就死给你看。哦，那我吓一跳。哎呀，我一看这个老人家为什么就不能出这个真实的资料啊？那么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是一只王金瑶呢，是我先画的卞仲云，画了卞仲云以后呢，后来呢，我终于找到了这个王金瑶的这个一个图片，而且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我就像那个王凯和乔小红一样，把他们画在一起，两个人一个四米宽、2米5高的一个大肖像，他们俩在一起。结果我到最后一天我的展览的时候，王金瑶去了，王金瑶去展览，我跟他还拍了一张照片。在那个我发到推特上了，他呢就后来到我工作室也去过几次，年纪很大了，当年其实挺英俊的。他说他就一直在告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好像他也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他就是在卞仲云去世的时候第二天他就买了个照相机，把卞仲云的去世的情况啊全部都拍下来，就一直告，好像是过了时效期还是怎么着，最后他其实现在好像还是活着的。对对对，我没有跟他深谈，因为，哎呀，我那时候文革啊，有时候有一些灾难呀、很多人造成的那种内伤啊，是我们这些晚辈啊很难能够理解的。但是王金瑶当时候就说了，这个材料现在不能公开，啊，现在怎么样、我就很难理解，因为他在北京嘛，我在纽约嘛，但是他呀、他就是跟我讲了几次。所以对这个卞校长的这个故事啊，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谜，甚至是到底谁打死的，他们当时的各种说法都有。但是我很震惊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女生，这些女生都是家里的乖乖孩子，平时都是像花朵一样的，为什么在这个一次运动中间哈、就出现兽性呢？这个我很震惊。那不是你说是男孩打死吧，也算正常。但那个是个女中啊，女子附中，把一个校长能够打死，哎，这我真是。于是你看看网上的这些很难接受打架，除了男孩子跟男孩子打架，有些女孩子跟女孩子打架也是很野蛮的，现在也一样。对，当然我曾经在各种场合下说过这个事情。我觉得中国这个文化还是。现代文明启蒙主要还是不够，所以它兽性东西在某种情况下它就会暴露，所以对生命啊，对这个这些动物
这种关爱，这都是很成问题的。哎 ，OK。我最好想请教你讲一讲，现在你这些画在这么大幅篇幅啊，这么大的这个，你藏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作品呢，是我很荣幸，就是确实，当时我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我下了很大的决心，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作品这么大体量啊，要画100多张，首先经济上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说你，因为你这么大的体量谁要啊，对不对？我根本没想这些，当然我想，但是是想着要投入啊。那个时候，这是我一个最大的考虑。但是我后来也就说不管它，我就那么画了啊，就画一直画了好多年。最后呢，终于有一个这个博物馆它通过在线这个，反正这个博物馆收藏了。它是一个非常实力强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它有一个全国最大的这个民营博物馆，它收藏了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些作品，包括、很多作品，包括那个谁，就是那个陈逸飞画的那个黄河呀，还有什么很多作品，它收藏的是中国的经典作品。我这个作品呢，当时呢，它展览会的时候，这个企业的这个头呢，我就不说名了哈，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立刻让他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学术主持人写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这个中心内容呢，就是说他这个作品呢具有艺术史和这个思想史的双重价值。这个话呢，前两天推特上有一个名人叫荣建。荣建呢推了我的一个推，他后面就提也有把这个话重复，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所以他们就决定就是开董事会，然后决定就把这个作品就收藏了。这个是给我最大的帮助，因为他首先100多张，你这个存放就是非常昂贵的，因为有那么多的空间，是不是？所以我画好以后，本来就是说希望那个被社会哈、所接纳。那这样的话呢，就进入的这样一个公共的这个体系里头，所以他有机会进行研究啊、出书啊、将来展出啊，都有没有问题。如果他一直放在我这里，那我搬家啊什么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就画完以后就有一个公共的机构把这个作品就全部就放在他那里了。嗯，我现在但是大家公开看不到是吧？对，目前是还没有。我觉得是那一次已经是发表以后呢，而且网上流传了无数的那个图片，因为去的人上千人，那个灰压压的，我也发过一些图，然后那各种各样的写的那些感受还有图片很多了。至于下次再发表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前一段他们在文革多少周年的时候曾经想要展出，后来我马上就给他们讲，我说你们，我建议你们算了，我觉得这个气候啊，气氛都不对劲，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以后等到方便的时候，你们再做一次展出。他们就听了我的建议，就没有。那您的作品当上中国的媒体，他们敢报道吗？报了，他们当时呢展出的时候呢，就是头一天就有人告诉我说，这个老徐，你这个展览肯定开不了幕，你信不信？结果第二天就开幕了。开幕以后呢，又有人给我打电话，或者说老徐，你这个展览肯定展2-3天就会被关闭。结果呢，就一直展了大概18天，展完顺利结束。结束以后呢，就中国青年报就发表了一个评论，就是因为当时展览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展览叫新兴画会的纪念展。他就说这个当时他这么评论，就说这个波澜不惊。说明这个社会的宽容度，说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展览居然从头到尾展结束了，跟那个新兴画会那个展览同时。然后呢，当时发表的很多，像中国图片社还有中国青年报，很多报纸都登了，但是他们登的呢那个角度是非常的那个就是含蓄啊，包括南方人物周刊好多杂志报纸都发表了这个东西。发表。
如果不是对中国政府这个对文革有禁忌的话，我相信报道的媒体会更多。国际媒体有没有关注这个事情呢？有那个当时好像德国的一家报纸，那个报纸叫什么？南德意志报还是什么报？反正好像是一个 很大的报纸，都很大的报纸。对，他登了。然后呢，后来是过了几年，然后 BBC 啊，还有什么法国什么电视台都找过我，但找过我，我都那时候我正好在学院任职嘛，所以我觉得不方便谈，我就都婉言谢绝了。不过现在我希望你还是有机会能多跟媒体们谈一谈啊，跟各的媒体谈。而且呢，我觉得呢，像您这样一种介绍的方式啊。以中国现在的政治气氛呢，也不至于很大的麻烦，因为您是很站在艺术的角度，站在这个比较平视的角度介绍这个，你从艺术创作来讲呢，是怎么一个过程啊？对对，我只是一个呈现一个历史，这个我觉得其实当时啊，有关部门啊，他们其实已经看过，我记得后来有一次，因为一些特殊的事情，我跟他们有关强力部门啊坐在一起聊过这个天儿事情。他们说他们在展出前是看过这个审查过，觉得没什么，觉得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学术性的一个对历史进行一个回顾的一个展览啊。然后2016年呢，这个展览呢就是密西根大学。就是安娜堡那个分校那个博物馆，那个是在美国现在大概大学中间博物馆大概前四名吧。这两天又这好像今年去年又往前走了，这个是四个，就是一个哈佛，一个罗德岛设计学院的博物馆，还有一个密西根大学，还有一共四个。这个博物馆呢，2016年2月份呢给我做了一个3个月的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就是这么长。对，他们这个展览是做的非常正规，连吃午饭的钱、出画册，连用飞机什么都是他们的博物馆出的，就是非常学术，很正规。他们光策展就策展了整整2年，然后呢，按理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儿，因为相当于你在一个大学去发表，在一个重要的杂志发表科学论文，对不对？对。可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领导一个都没来，而且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时候2016年情况已经有点微妙了啊。然后呢，这个但是在这个作品出来打包装定这个展览肖像名单的时候啊，我是专门的那个跟有关方面啊通了个电话，我就主动的跟他们联系。我让他们负责人过来对我的这个作品进行了一个，而且我给人大的党委呢也写了个备忘录，就是有这么个展览，展这样都做了，然后有关部门的人也来看了，当然也做了一些调整啊，也做了一些调整。我就不知道，我就不说，但基本上没有调整，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那个理性的，宽容的。这个展览也是你看2016年展完以后，我2017年、2018年我还在那个人大还在教书啊，我还经常回去，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还是非常客气的。没有问题。我现在在看你这些作品啊，尤其是这个作品啊，就是你看到了吗？王凯、乔小红，对，和乔小红嘛。对，这个作品我认为在文革中间，这个是最能够引起我注意的这个作品之一，因为。这是人们记忆中间的曾经文革的很多人很细目的一部分啊，就是说你能够穿上这个军装，而且有的还是女兵，对吧？他们是一对夫妇吧？一对夫妇，结婚照，这是他们的结婚照。哦，所以呢，就是你看男的现在好像是3级警戒啊，3级警戒啊，女的呢还比他更高，1级警戒。他们现在是公安厅，现在已经离休了，当然都是公安厅的很高级的那个。对，退休了，退休了，现在已经退休了。对对，
这就是王金尧夫妇的这个照片，对，辩重营，对对对、啊、回来我把这个图回头我再发给你们的编辑，让他们到时候 OK， 他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啊，就可以看到了、哦、好的好的好的、啊、那么这个我现在他就可以把这个放到这个画面上面来，没有问题，对，好、啊、好啊、今天谈这个节目啊，我们一口气又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艺术又是一个多小时啊！啊，因为一个多小时，对我来讲是很吃劲的，你吃也吃力的，因为谈艺术我不懂嘛，对吧？不，我们这个谈的就不是艺术了、啊，是谈的这个创作的花絮，相对来讲，对我们俩都轻松。好好好，那你觉得有哪些话题我没有问到呢？都问到了，今天我想呢已经很充分了，讲的我觉得这次呢可能比上一集呢还轻松一些，都是些比较具体的小的问题啊，这样反而大家能接受，上次都是大话题，大话题呢，然后呢也没有时间展开，因为好几个好多话题，但是也很不错，我看好像有骂的人也有，但是可能说肯定的人可能更多一些，嗯啊，骂也是正常，捧也是正常，批评的 也欢迎。一个艺术的节目啊，一个艺术的节目能够有这么多的观众、嗯、上一次已经有七八千人看了，因为我们有两个频道嘛，一个历史频道播出来、哦、还有一个民间火拍播出来、哦、这个节目也是一样的，而且这等节目的好处就是过几年你再来看还是可以看、嗯、它不像我们做的新闻节目、哦、一看就过去了，它这个是永远存在这个品的网络，对对对，所以我就希望呢、哦、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作品的介绍能够这个让我们的更多的媒体同行也注意到，如果他们涉及到历史的话题，谢谢谢谢，涉及到艺术的话题，他们就可能会来找您的访问，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们谈没有问题，只要这个媒体是比较正规的严肃的媒体，那么往往呢他们会在这个报道的时候会真实的反映您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我希望您的这个话就让更多人知道。我不知道，比方说你们这个国际媒体，我就算是海外媒体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比方说你要采访我了一些文字性的东西，然后呢最后发表前会征求这个采访者的意见吗？一般来讲，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是不应该被采访者看的、哦啊，一般这是专业上的要求。但是我怕那个就是有一些媒体，这就是很难的。对，这就是很难，就是因为媒体，媒体我的这个本意不是就是说这个这种想找事儿挑事儿那种人，我就是一个搞艺术的，而且我经常我这个艺术也是两地都要来回走动的。我知道您的这个谨慎，那站在我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跟您。这个提啊，就是提供一点参考意见，跟媒体讲话就是跟大众讲话，谢谢，所以千万不要把私人的话跟媒体讲，不能放开了。就是说，但是有些媒体我也不敢接触啊，我这就不说是什么了。对，我要是万一给你添油加醋，那吓人。对，你必须是这个专业性的媒体啊，必须了解他们的背景，而且有信誉的，就是有那个口碑比较好的大媒体，我觉得这样可能比较放心一点。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徐威新教授啊，好的好的好的，节目啊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没有把你吹捧。啊，因为我认为呢，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不要这种，我不介意的。啊，谢谢，我希望呢，就是人们是通过作品来认识艺术家啊，这个是最重要的。谢谢您 啊，提前给你们拜年啊，给那个观众拜年。OK， 谢谢谢谢、哎、谢谢、啊、谢谢我们谢谢啊，谢谢编导，再见、啊，谢谢我们的观众，再见。啊，谢谢编导，谢谢叶编导，再见，谢谢何先生，再见啊，再见，嗯，再见。